当帽子啊？大家好，我是小钢炮，今天跟着小叔叔去摘点野菜吃啊。我们要摘的野菜可能很多人没见过啊，但是先保密，不告诉大家，等下你们就知道了。爸爸，快来！好嘞。快点来，这里好多。好多啊。嗯，多。等等。看我牙长得大多了。长得大多了，姐。大多，那难吃坏了，这也蛮多的了。我们今天要找的就是这个玩意啊，这个，我们土话叫它雷公屎啊。这不是雷公窝的粑粑怎么啦？嗯，这个就是雷公窝的粑粑呀。才不是，就是雷公屎，而不对，就是那个木耳。有点像木耳啊。对。小木耳吧。就是我们小时候啊。听大人说这个叫雷公屎，我们一直都以为是雷公窝的粑粑。雷公窝的粑粑。像这种野菜，只有下过雨以后才会有。就像宝宝说的，有点像木耳，这样子。下过雨以后，地上比较潮湿，它就会长这个。油菜花，油菜花我知道哎。小蜜蜂，小蜜蜂是不是最爱发了？它爱发，它最爱就发了，对吗？对对对。我跟妈妈都采了好多花。小叔叔弄了这么多苦油菜。谢谢你啊，龙哥。回家做那个外婆菜。好了，走了走了，宝宝。这个山上摘是很好摘啊，就是难清洗。好多妈妈洗的哟。好多泥巴。你看这个盆子啊。弄了好久啊，才这么小小的一盘哈、啊，还有好多都扔掉了，这个真的太难洗了。先把它焯一水。再去洗一下。准备小米椒、蒜末、香菜、盐、鸡精、蚝油、陈醋，吃起来软软的，有点像银耳的味道啊。还可以吧，什么味道？是不是酸酸的，酸酸辣辣的？还要不要？要不要白色的。不要白色的，那吃这个。这个凉拌我们也是第一次做啊，以前都是炒着吃，和炒蛋啊，和那个肉一起炒。还要不要？嗯。我爸爸就能开大车。嗯。凉拌的味道也很不错的啦。好了，不吃了，再跟你吃一块，等下吃饭再吃啊。好了，这个就这么简单。像这种
在街上应该也有卖的，你们看到的话也可以弄点做来吃。嗯，不错，那我们下期再见了。